我送你进去吧。不用了，我不想让我家里人知道。那你自己小心。嗯，我会小心的。文丽，这件事情都是我一个人的主意，和秦明没有关系。我知道了，你回去后好好休息。时间不早了，我就先回去了。我送你。不用了，你爹他们还等着你呢。启明，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？多大的人了，一点分寸也没有，让这么多的人等你。对不起啊，爹。洪生啊，你就别怪他了，他是去找杨小姐了。哎，启明，杨小姐呢？哦，她有事来不了了。啊，没关系没关系，你先坐啊，大家伙都饿了吧？我们去把菜热热。啊，好好好，来，我们帮师母，我去拿酒。哥，倩倩怎么样了？倩倩没事了。惠子，景上君，求你们放过叶小姐。就提醒过你，竹内俊彦不值得你对他这么好。别说了，他居然为了这个女人向我们下跪求情，为了他不惜伤害他自己，他心里全都是那个小贱人，根本就没有我。惠子，你现在不是他们家的下人，是堂堂大日本皇军的上尉，他竹内算什么东西？他不过就是个家道衰败的落难公子，根本就配不上你，你醒醒吧！就是因为这样，我才更加生气。我现在的地位，想得到他，我是轻而易举。可是他心里根本就没有我，我不甘心。叶倩倩这个小贱人，他凭什么跟我斗？竹内君，我一定要得到他。惠子，我就不明白，那个竹内有什么好的？你得到他又怎么样？你不懂，我心里就一直只有这个男人。如果我得不到他，我宁愿毁了他。除了我，谁都不配。行了，别躲了，我都看见了。一会儿，
把这金生伞给扶了。回来的时候你还好没有碰着爹，要不然就麻烦了。告诉哥，那只伤是怎么回事？你说呀，你要是不说，爹是迟早会知道的，到时候我怎么帮你啊？如果我告诉你的话，你不能告诉别人。好，我答应你。我今天被到场的人抓去了，脸上的伤是他们打的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日本人，他们对你做了什么？哎，你别那么大声，现在已经没事了，是启明救我出来的。到底发生了什么啊？日本人为什么要抓你啊？都是我自己闯的祸，我担心启明打不过井上，就把一瓶下了毒的酒给井上喝了。他们知道真相之后就把我抓了回去。倩倩啊，你怎么那么糊涂呢？你怎么能这么做呢？你这么做不是帮启明，你是在害他。这件事情要是让别人知道了，魏启明就无法在武术界立足了。我没有想那么多，我只是担心启明，想帮他而已。帮他？你怎么那么糊涂啊？行了，现在说什么都晚了，井上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没事的，我已经说清楚了，这件事情是我一个人干的，和启明无关。我想他们不会再对启明怎么样了。你别天真了，日本人那么好糊弄吗？好了好了，这件事情你以后不要再管了，出什么问题我来处理。哎哥，明天你就要和启明比赛了，你会当擂主是不是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我想求你一件事。啊，你直说吧。启明想当擂主，你可不可以手下留情啊？倩倩，你的意思是说让我故意输给启明？给井上下毒是我不对，但如果启明拿了这个擂主的话，就算以后有什么流言蜚语传出来，也不会再影响到他的声誉了。哥，你和启明不是好兄弟吗？反正谁拿擂主不都一样，你就让给他呗。是，我和启明是好兄弟，我们之间比武谁胜谁负这不重要，但是你知道吗，我们是练武之人，如果我故意让他，这不是帮他，是在侮辱他。可是这个擂主关系到他今后的声誉和地位，哥，就算我求你了，你就让给他吧。好，就算我想让给启明，但是启明接不接受呢？那这件事情可能弄巧成拙。你说了半天还是不想让给他，哥。好了好了，你看看你，看看你，看看你自己的脸都伤成这样了，一会儿赶紧把药吃了，好吧？行了行了，我答应你，我会考虑的。坐下坐下，记得把药吃了。昨天的事我得谢谢你。谢我干嘛？你冒险到道场救倩倩我都知道。傻丫头，她想帮你居然在井上的酒里下毒，我想你要是知道肯定不会让她这么做的。我当然不会让她这么做，多危险呢。正南，有一件事我想求你。什么事啊？你今天这么严肃。这件事情对我非常非常重要，你得答应我一定要帮我。好，你说吧。之前你也看出来了，我和杨威力有些问题，真正具体的原因呢，是因为他爹杨局长看不上我，想要拆散我们。
我不想和文丽分开，但是我更不想让杨局长把我看成一文不值、默默无闻的小辈，所以这次比武我一定要赢，这是我唯一出人头地的机会。你想要我怎么帮你？你看我已经打赢了景尚，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是倩倩暗中帮我，而且这件事情景尚迟早会揭穿的，如果有一天他揭穿了，我真的没有面目活了，这是我唯一的机会。正南，我的武功以前和你不相上下，但是这些天有蒙面侠帮你，我已经不是你的对手了。如果明天我在擂台上赢不了你，我就一无所有，什么机会都没有了。正南，正南，我求求你帮帮我吧，我不想失去文丽。你有什么话先起来再说啊。正南，你不答应我，我就不起来。其实昨天倩倩已经求过我了，她让我在擂台上让着你，咱们都是兄弟，谁当擂主都一样。行了，我答应你，你起来吧。你答应我了。各位参赛的代表队，经过这几天的角逐，今天是沧州武术武林大赛的决赛，由神州武馆的魏启明和叶氏武馆的叶正南争夺武林盟主，有请两位上台。好，都给我闪开！嗯，哎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他们两个都没有资格，只有我才是擂主。景商，昨天你已经败于魏启明手下，没有资格再上擂台。哼，他昨天是怎么赢的我？他不知道吗？大家听着，我昨天输了比赛，是因为我喝了很多的酒，有人在我的酒里面下了毒，这个人就是叶倩倩，叶倩倩就是魏启明的人。井上，你不要血口喷人，我魏启明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情。没错，叶倩倩是我二师叔的女儿，她有可能在酒里下了毒，但是在这事情发生之前，我完全都不知道。魏启明，你胡说！我女儿绝对不会做出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情。今天，我就打死你这个血口喷人的畜生！爹，这件事情，倩倩已经承认了。什么？我们回去再说吧。他把我们叶家人的脸都给丢尽了。大家都听到了，我喝了有毒的酒，输了比赛，你们中国人真是卑鄙，打不过就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，算什么英雄？我输得不服，我要重新回到擂台上。景尚，你已经输了，没有资格再在擂台上说话。魏启明，你算什么汉子？如果你是个男人，今天你就上擂台给我比一场。如果你能赢我，我输得心服口服；如果你输给我，你永远是我的手下败将。我还跟你打什么呀？你本来就是我的手下败将，我不和你打的原因是因为我不想破了擂台的规矩。规矩你懂是什么吗？狗屁规矩，
没有人可以战胜我，只有我才是擂主。井上，你已经输给启灵，没有资格再和他打。你要是想再输一次，叶正南奉陪。好，你还勉强算个男人。来吧，我提前送你上西天。我没去，你不是也很关心比武吗？怎么也没去啊？我弟不让我去。啊，其实啊，他们谁胜谁负都是没有关系的，他们都是叶老师傅的后人，
谁赢都是一样的。我很担心启明。倩倩，因为启明做了这么多，无论输赢，他都会感激你的。倩倩，酒里下药的事情，真的是你自己的主意吗？嗯。那我问你，你在酒里下的是什么药？我。你自己做的事情，你都不知道啊？我下的是。你就别骗我了，你根本啊，就是在替启明顶罪。我没有，真的是我干的。倩倩。你不必再瞒我了，其实我也希望启明不是这样的人，我也不希望他为了比赛不择手段，更不希望他看到你去为他顶罪还心安理得。我不希望他是这样卑鄙的人，但是我还是看到了我最不想看到的答案。文丽，我哎呀，不得了了，不得了了。表姑娘，文丽，倩倩，哎呀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我自己不当心撞了一下。哎呦，哎，你爹大发雷霆，让你赶紧去一趟呢。啊，师娘，师娘，师父现在真是大发雷霆了，叫你现在赶紧去呢。哎呀，你赶紧去吧，你爹要再见不到你，房子都要被点着了。哎呀，走吧，快走吧。哎呀，快去啊，去啊。人呢？怎么还不出来？自尊都不要了，我们叶家的名声全让你给毁了。爹，今天我非打死你不可。善琪，其实这件事情，文丽，你让开，今天这件事情谁都管不了。爹，善琪，爹，爹。千万别气坏了自己的身体，爹，气大伤身呐，爹。你没这么大胆子，告诉爹，是不是魏启明教唆你做的？不是，都是我自己的主意。启明他什么都不知道。畜生！善曲，爹，你在打我爹！叶善曲，你要打，打死我好了。倩倩有什么错也是你教的，你怎么不打你自己呀？你还说这都是你惯的，现在不知廉耻这种龌龊的事情都能做出来，我非打死你。倩倩，你快走啊，你不走你爹会把你打死的。倩倩，我是打死你。快走，等姑父消了气再回来。快走啊，快走啊。倩倩，你让开。你今天离开这个家，就别再回来了。倩倩，因为启明做了这么多，却伤害了你自己。文丽，谢谢你刚才替我保守秘密。我没事的，你回家吧。爹，
你现在进去啊，你爹会打死你的。你先去我家住两天，等你爹消气了，你再回来。去你家？没事的，走吧。那好吧。启明，你老实告诉我，给景相下药是不是你的主意？爹，真不是我出的主意，我以为是景上亲敌，我才战胜了他。直到昨天晚上景上把倩倩抓走，我才知道真相。你昨天回来的那么晚是为了去救倩倩？对。二娘没错，昨天我跟倩倩在一起的时候，她被几个浪人抓走了。哎呀，倩倩可是个老实的孩子，她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来呢？启明，你没有撒谎。爹，我是男子汉大丈夫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只要这件事情是我做的，我一定承认。但是他确实不是我做的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倩倩会为了我做这么冒险的事情。倩倩这个丫头确实一直对启明都很好。哎呀，真是的，倩倩就算对哥哥再好，也不能做这种傻事儿啊。启明，你敢对天发誓这件事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吗？爹，我为启明对天发誓，如果给井上下药的事情是我为启明做的，我不得善终。好了好了，启明，你二叔的牛脾气还不知道要怎么对倩倩呢，只怕倩倩这次要遭罪了。先喝口茶吧，别总发那么大的火，对身体不好。倩倩做错了，你教教她就可以吗？对自己的孩子也喊打喊杀的。爹娘，大师伯来了。师弟，我是不请自来啊。哼，早不来晚不来，你偏偏这个时候来。你是来逞威风的，还是来看笑话的呀？啊，弟妹啊，我没有恶意。哎，倩倩呢？哼，你还好意思问倩倩啊？你管得好儿子，把我女儿迷得七魂八素的，不知好歹。她竟然为了你儿子敢去别人酒里下毒，这以后啊，只怕为了你儿子会去杀人放火害父母了。好好管管你儿子吧，别再来害我们家了。娘，二师弟啊，我正是为了倩倩的事来和你们商量的。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我都知道，倩倩是做错了，可是她并无恶意啊，她只是为了帮着启明用错了方法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倩倩还小，年幼无知，你们就原谅她这一次吧，不能责罚她太重。外人有些闲话也说不到你头上啊，一家人和睦最重要啊。师弟，倩倩纵然有错，你也应该耐下心来，心平气和地开导他，不能再动手了。我自己的家事我自己知道怎么处理，你说完了没有？你说完了请便。爹，大师伯是好意，你就原谅倩倩吧，她一个人在外头会有危险的。我自己的家事不用别人来管，尤其是不用你们姓魏的管。走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我就告辞了。大师伯，我送你。啊，
魏鸿生，他怎么会好心来替倩倩求情呢？肯定是魏启明教唆倩倩做这些事情，他魏鸿生心虚来扮好人。山君啊，你错怪倩倩了，我教的女儿我清楚，她老实善良，她不会做出这些卑鄙的事情的。她什么都承认了，你就别再替她开脱了。爹真的很生气，差一点没把倩倩打死。那倩倩现在怎么样了？我们都拦着我爹，让倩倩跑了。后来文丽传消息来说，倩倩在他们家，让我们千万别担心。这样也好。你爹现在还在气头上，倩倩回避一阵子比较好。对了，大师伯，谢谢你特意过来一次。哎，快别这么说，都是一家人，不用言谢啊。更何况这件事还是因启明而起啊。啊，你快回去吧，再好好劝劝你爹啊。好，我走了。鸿生，二叔有没有听你的劝？二师弟正在气头上，我说什么他都听不进去，只要等他自己气消了再说吧。倩倩怎么样了？正南说倩倩被你二师叔差点打死，幸亏大家拦住了，倩倩才跑出去了。倩倩跑哪儿去了？要不然让她到我们家来住一阵吧。啊，不必了，倩倩已经到了文丽家。倩倩去文丽家了？啊，正南是这么告诉我的。爹，我出去一下。哎，你这又去哪儿啊？我去看看倩倩有什么需要帮忙的。啊，这样也好，你快去吧，要是有什么忙可帮的，我们尽管帮。好。倩倩在吗？我有话跟她说。倩倩睡着了，你不要来打扰她。我有话要跟你说。文丽，惠子小姐，山本大佐通知我们立刻回沈阳，有要事商议。山本大佐找我们有什么事吗？你不要问了，去了就知道。还有，你要把你商会的事情处理好，我们去沈阳的行踪不可以让任何人知道。嗨，我一定会处理好的。好，一小时以后我们出发。嗨。你这么着急找倩倩，是有很重要的事情吧？你是在害怕吗？害怕她把事情的真相都告诉我？什么真相啊？你在说什么呀？够了，启明，不要再伪装了，我已经全部都知道了。这件事情根本就是你的主意，是你利用了倩倩，帮你给井上下毒。倩倩跟你说的？不是她告诉我的。其实那晚在道场，倩倩大包大揽，说所有的事情都是她做的，我就已经怀疑了。之后我就问她，酒里下的是什么药，她支支吾吾又答不上来。如果这件事情真是她做的话，她怎么会不知道这酒里下了什么药呢？这一切只因为他对你太好了，为了你，他
把所有的错和罪责都往自己身上揽。他被道场的人欺负，还被他爹打骂，他都不肯说出来真正的主谋是你。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，你竟然会这么无情无义。看着他为你顶罪，为你吃苦，你竟然都无动于衷，还心安理得。你甚至在大庭广众之下，还把所有的罪责都推到他的身上。魏启明，你这么做还算是个男人吗？文丽，你听我解释，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。你也知道你爹不同意我们在一块儿，要拆散我们。这次擂台是我翻身的唯一机会，所以我才出此下策。相信我，文丽，你相信我行吗？之前我爹小看你，但是我没有啊。我一直认为你是很优秀的人，但是现在我看清楚你的所作所为之后，我才发现是我看走了眼。你打赢擂台又怎么样？那是你的真本事吗？你只不过是用了卑鄙的手段来欺骗大家而已。我宁愿看到你堂堂正正的输在擂台上，也不愿意看到你是利用别人而取得成功啊。文丽，我之所以铤而走险，全都是为了你。你别再为自己找借口了，从头到尾你都很想赢，你想出人头地，你所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为了你自己。启明，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，以前是我不够了解你，现在我看到你这个样子，我很失望，我失望透了。你以后再也不要来找我了，我们连朋友都做不成了。文丽，你真的要在这个时候离开我吗？你相信我，再给我一次机会行吗？我求你了，我会改的。文丽，再给我一次机会行吗？我也很想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但这个机会我希望你能留给倩倩，因为她才是那个愿意为你付出一切的人。好好的珍惜她吧。